园林大道上有不少餐厅，其中一间知名的咖啡厅，唔呐空间大，阁优雅，店内也阁有画展，对创作者以及消费者来讲，拢是一间真特别的咖啡厅。这间咖啡厅有真高雅的空间，让人感觉真舒适。除了有好食的各种餐点，特别的是，阁有人客甲咖啡厅合作，伫店内展出家己的作品。我们这一次旅人咖啡馆展出的作品就是张师大研究生他的一系列的创作，那其实这个空间就是希望提供给当地的艺术家创作者，然后能够把自己的作品在这里发表，然后让所有来餐厅用餐的客人，然后来这里喝杯咖啡的客人，可以用一个很轻松的心情欣赏到这些独一无二的作品。店经理表示，因的咖啡厅真欢迎艺术家伫店内展出艺术作品，除了予艺术家加了一个会当发挥的舞台，也当予消费者伫享用餐点的时阵，会当欣赏到美丽创作。我们的空间里面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生活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所以我们喜欢音乐活动，所以我们就办音乐会。我们喜欢欣赏作品，视觉艺术的作品，所以我们就在店里把我们的墙面空出来，让这些当地的艺术家还有一些创作者能够有一个舞台，希望就是进来喝咖啡的客人可以轻松的欣赏这些作品。位于园林大道上的这间咖啡厅，空间设计真优雅，而且将咖啡厅打造成特别的艺文空间，让艺术家会当伫遮甲消费者分享家己的创作。透过咖啡厅的努力，成功将艺术甲生活结合做伙。台中华新闻综合报道。